哪些位置整反了？打完拉你 OK。反的容易失误，这个闪现反了，我操作的时候我得思考一下子。你看这小子一开眼就跑，一开眼就跑。打完这把我改一下，要不然不会打呀。睡觉了 ，OK， 困了早点休息啊，兄弟。
凯丽伤害不低的，阿凯丽刺客，刺客哪个刺客伤害我感觉都挺高的。这杰拉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歌单怎么样？歌单加团，然后私聊我，私聊我，然后下播给你们发。我帮你击败峡谷先锋，请求集合。防御塔布层即将破落。哎呀！这莉莉亚不吃塔皮，要是能和我们好人呀，哇，这虚弱没伤害了，杰拉的虚弱。这赵信出来就死了。针对两次，这段位出水银鞋说实话真不多，都走输出。
现在维鲁斯推荐出装里面有啊，推荐出装出神仙。现在推荐出装全都是什么法穿鞋的、雾穿鞋这些东西，他说水银的这种基本是肉出的，肉的推荐。我瞅一间半馆，瞅这个了，峡谷。高兴见人就干，谁也不服。又来了，这赵信。刚出来就躺地上。来拿灯大龙吧，抓紧时间结束。哦，这是小龙，大龙在那边呢。赵鑫125，马上100了，死了10次。
谢对面辅助给我当了个踏板。VN 出的什么这么重？出了两个魔抗，最后默认还有什么斗篷？抓他两次就开始出魔抗了。哎，这维鲁斯出的他的水银鞋，水银鞋加自然之力啊。赵鑫一言不合就是干，下一把下一把，欢迎兄弟们，咱家那个没点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啊，结尾哥来是不是啊？